究这种题目很简单，啊，反正答案纸跟题目卷一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用顶的，来，用顶的，啊，圆圈一下顶出来，有个顶点顶出来，好了，对不对？盯出来，只是吼、哦，记住哦，不能盯太明显哦，因为一坑发一大坑的哦，是这样。那当然，监考老师一看就知你用心。要我跟你看吗？你要看不？好，可以再立掉。考的答案卷，题目卷不准，把它撕毁哦！你不要说哇，我不爽，把它撕掉。啊，你可不可以把你100块撕掉？不爽，现在有钱，100块把它当做撕掉，不行哦！毁坏国币也是有罪的哦，知道吗？啊，奇怪，我今天眼睛怎么画龙？看到今天是怎样？太白了，嗯。糟糕，我的眼睛不行啊！怎么看到看不到？还是这个？你几久啊？还是看这根？所以你可以看了好，前一个角度是找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五个角度找出来之后，好来，所以我这里。要直径五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半径五啦，直径十啦，啊，所以一样，老师不喜欢用两个，所以你这里5公分，啊，还有4公分，等一下也会用到，全部把它画出来，啊，画出来之后，来，有没有？好，把直径画上去。边形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这里是可以把它画出来了。我第一个圆，第一个五角形式出来了。再来第二个五角形的，来。是指讲说哈，考试你的脑筋一定要活，不要一直在想说，糟糕，我不会画。好，这里是终点，他不是说四公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请问你五角形这里不是平行吗？是不是一样啊？画上去，怎么样？这边是出来了，然后这边是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出来了之后不是4公分吗？对不对？它边长是4公分，
了之后。只要是已知预言的，你都错这个陷阱啊！只要是已知预言的，你就错这种陷阱。它是一颗眼睛，知道吗？就是错这个陷阱，一颗眼睛，知道吗？你就不管它，这个把它接着这边转，轻轻的这样。会说你过程线不对扣分的，不会吧？他只看你完成线而已啊，知道意思吗？啊，所以不用管他啦。好的几率又这么低，而且这种你会这个能干嘛？去求职啊？说啊，老板，我很会画影子预言，画我给你。你都不用用电脑，靠我就有意思，知道吧？所以卖也要这啦，也要这也是事。好，来。所以这题就这样子，你不用再画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来运用这一题，第九题来画画看。